Joho!啊，现在我们要去那一个 workshop， 呀， yeah， 因为我爸爸要去问那一个爸爸的车子，修好了没，然后可不可以，几时可以拿？好了吗？什么车？那个是外卡的。外卡的，对。好了吗？不知道哎，所以现在要去问。喜欢坐那辆车吗？那辆车叫什么？奥德。奥德。那两个？这两个叫什么？这两个是谁的车？小心。My B。啊 ，My B， 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很帅啊！你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等下过去。看一下，我们车好了没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还没关门。走。刚才已经问了，要下个礼拜才可以拿，下个礼拜拜三、拜四这样才能拿到车子。对，我们下个应该下个拜都来拿 ，OK 吗？啊？拜一。拜一啊 ？OK OK。Let's go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打油。Yeah。 你觉得全部车子哪一辆最好坐？因为还是阿公的 Mercedes。现在不是开玩笑。那个打油吼。打油。我打那个 MyV 啊。我打满哦，要80块。80块。以前爸爸的车，Rano 这么刺油这么大呀。你最早期我刚刚用的时候，才打80吧。80吧。啊，打满应该是80吧。我现在买 V 都要打到80啊。我真的觉得10年变化很大。太夸张了，不油。妈，这是我的哎，让我拿着这个嘞，哎，让我拿着这个哎，啊，是我拿的哎，不是你拿的，是我的哎。哇，这边也是这样，那么大条路都会塞，好讨厌哦。有高呢，我是那个洗衣机很久的。你没去美东？我说我要去美东了。那我们去美东就行。啊！来来来！我
车。哇，这有很多那种小朋友来的，哎，他的脚车乱丢，很冷很冷，很冷啊，手很冷啊。OK， 就这里，板蓝的麦当劳，新开的。我们吃完了。Yeah。